大家好，这里是光电焦点，我是华哥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视频是，这两个可能是 RGBT，也就是电磁炉最常用的这个功率管。我们判断它的好坏，用数字万用表来测量，不一定准确啊。今天呢，分享一个用手机充电台就能够快速判断它好坏的方法，并且呢，检测出的这个好坏比这个万用表测量出来的还要准确啊。我们一起看一下，首先我们找一个手机充电台，然后找一根废旧的这个手机数据线啊，即和这个 3K 的这个电阻做线流用，然后两颗发光二极管给它反向并联。为什么用两颗呢？因为用了两颗，我们这里基线的话就是数据线这里，正负基反的话，它都能有一个等量啊。形成就是给它串入一个电阻，两颗发光二极管和这根数据线串联啊。这里呢接了两个二极管，然后我们给它插上这个充电器啊。插上充电器，我们看这个灯啊，两颗是这个差极的功率管。现在就和大家分享它测量好坏的方法。我们翻过背面，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啊，手指不要拧到金属这部分啊，这样拧住，然后黑色这个二极角及第三角啊，红色二极角及第二角。我们看这个灯啊，这个灯是不亮啊，用手指触摸第一角，看一下灯已经亮了啊，灯已经亮了。然后我们用手指触摸一三角，然后熄灭啊，说明这个功率管是好的。再看一下这一颗，我们看这个发光二极管啊，触摸第一角，灯已经亮了啊，触摸一三角，灯熄灭，说明这一颗功率管也是好的啊，用这个方法检测出的这个功率管更换上去呢，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啊。它检测它好坏的方法比这个数字万用表还要准确啊。方法呢非常简单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判断这个 IGBT 功率管的好坏啊。